困了，累了，看海小冷吧。小冷哥，我昨天新买了件衣服。不错嘛，小蛋蛋，懂得犒劳自己了。哎，收到后台看到，妈的，不可干洗，不可水洗，不可漂白，还不可熨烫，气死我了。还有这种衣服？什么牌子的？杜蕾斯。翠花，去逛街吗？不了，今天下班挤了一天的公车，累死了。哈哈，我今天有位置坐。哦，你那个站不是每次都爆满人吗？是啊，不过今天有个大哥调戏我，让我坐他大腿上。啊，这么变态啊。是啊，要是平时也就算了，我今天果断坐上去，下车的时候大哥都哭了。为什么？哈哈，他白色的短裤让我做出了朵红花。这穿破了。小小冷，罗小胖，站起来，你们俩到底谁抄谁的？分数一模一样。老师，是小小冷抄了我的卷子。想让老子滚直说，你们两人都是零分，你他妈还谁抄谁的？我们来统计一下最近的数据。对不起，老板，是我犯的，我早上番薯吃多了。小冷，你伙食挺不错的。这明明是韭菜味，好吧。你非法经营，罚款200。我真的没钱，儿子不管我，我就靠这个维持生活。少废话，200。我帮他给。王奶奶，你没事吧？谢谢你啊，姑娘，这钱我以后慢慢还你。奶奶，没事，那陈广是我男朋友，我等会就把钱拿回来了。喂，儿子，今天下午又要搞一次了。